好，我叫李成宇，今年10岁。你脸肿吗？哦，这可不是睡觉哑，这是我最近遇到的车祸，大型的车祸，这是淤血，我每天都还要喝中药，很疼的。我住在鸭子大耳朵多伦多，特别喜欢它的夏天。学习两年的过程当中，他的成绩是非常显著的。加拿大国家电视台第一届北美最强音的比赛当中获得了第一名。放开收听带，我来了。我喜欢 Celine Dion， 因为他唱歌的技巧特别好。他有一个动作，我还记得，应该是像这样。然后的话，所有人，你知道圆了啪啪啪掌吗？一下就安静下来。他做那个动作。如果我看到 Celine Dion， 我想对他说，我很喜欢你的歌，我想向你学习。成宇呢，事实上他呢，应该说是在2岁左右，他自己呢就特别爱唱。真正的就是开始培养他唱的话，应该是在他的，接近八岁，就是7岁到8岁这段时间，给他找了一个就是专门的声乐老师。他开始呢，就是一跟老师学呢，他就是学的就是 I Surrender， 就是My Heart Will Go On。就从那时候开始，他就非常的喜欢这个金陵帝王的歌，所以说他后面学的很多很多歌都是他的歌。其实我们没有对他的什么语言啊、动作啊、设计啊有什么要求，他是自己就拿着那个就是那个电脑，就是自己反反复复的看，他就觉得一边看他就可能就很自发的就在学，一边看一边学。最后我发现他唱出来的那个调儿，还有他那个气场啊，还有那个动作呀，我觉得有时候看就感觉有点像是那个的翻版，但他不是有意识的去学的，但感觉不自然的，他就在模仿的那个，就是他的那个味道在走着。为了致敬偶像，更是为了超偶像，李成宇一直努力磨练着自己的唱功，而徐佳莹老师也被他的执着所感动，向他传授了一些自己的经验。I pray you'll be mine。 我可以摸你的肚子吗？你唱。 I pray you'll be mine。 你这里可以不要用到这里吗？你用好像讲话一样。好。 I pray you'll be mine。 对，就是这样，就是你不用每一句都用到这么多肚子的力量。 I pray you'll be my eye。就轻轻的收掉，对对对，就是轻轻，然后你就是练习久，你就会发现这个跟后面的副歌要有落差，这样听起来才容易让人家听出说你想要诉求的情感。我觉得在这种时候唱一个安静的歌特别好听。哇，人气好高啊，他好会唱。大哥啊，一首 Celine Dion 呢。To be wise, help me to
to let go. Every mother's crying, every child聊天的他完全是完全不一样，唱完就唱的时候很享受，唱完就回到现实上。你知道你要这首歌曲要表达什么样的情感，你可以跟大家讲一讲。我觉得这首歌是一个妈妈对她孩子的祈祷，为她健康成长。对，正如刚才小朋友讲的哈，就是这首歌曲就是站在妈妈的角度上祈求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平安幸福，所以就有这首 The Mother's Pray， 就是妈妈帮小朋友祈祷的这首歌曲的歌词形成。所以的话，我相信刚才陈宇的演唱一定是带着这种感情，讲一个故事用唱歌的方式娓娓道来的感觉，很难驾驭耶，因为音域很广。我觉得他今天唱得很好，是真的，谢谢。我对他的印象从一开始他就话特别少，感觉年纪在里面也是比较小，是很害羞的一个男生。可是他一上台瞬间他站的那个姿势，他的架势，还有他的每一个眼神，就会觉得很可爱，但是又觉得哇，这个以后不得了。李成宇他是在海外出生在海外长大的华裔小歌手，他的文化，他心里内心想的世界可能相对来说会非常非常受外来的文化影响，我们也想能够让他这份纯净影响着我们身边的其他的小朋友们。台下的呆萌小可爱一上台就化身高音王者，纯音萌仔李成宇在舞台上不断地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那这首歌曲的观众喜爱度调查结果是多少呢？麦吉麦吉快告诉我们吧。这首 A Mother's Prayer 获得了现场89%的观众喜欢，其中大人和孩子的支持率分别是49%和40%。看来这首妈妈为孩子祈祷的歌真的唱出了大人们的心声呢。好的，刚才我们听到了今天
首先可能会首发的两首歌曲是《亲爱的小孩》和《蜕变》。我想问一下，这两首歌是谁唱的？李成宇。哦，好，成宇，大家给成宇加加油，好不好？成宇，加油！话筒拿过来。我今天在舞台上唱了《亲爱的小孩》，所以我有一点紧张，有一点压力。
第一次唱中文歌，嗯，普通话的歌曲，是，好厉害！我觉得比你之前的那个强项英文歌唱得更好哎，你自己怎么认为？我也觉得。你也觉得？那以后就多尝试唱这个中文歌，好不好？好。好了，掌声谢谢，谢谢我们的成语。唱的已经超出我的想象，真的就是一个小孩能把这首歌诠释成。他唱的那个样子，我觉得真的非常的了不起。短短的时间，对于一个新歌，一个对于国语的作品没有大量的演唱经历的这个孩子来说，现在做得非常好。我心目当中的今天的这个金曲应该是《亲爱的小孩》。虽然生活中的成语有那么点无厘头，可一旦站上舞台唱歌，就能收放自如，尽情释放。纯音萌仔继续加油，期待更好的表现。当如果你唱歌唱得忘情的时候，你的肢体甚至你做所有的你刚刚做的那些动作，你可能都是随性的去做出来的动作，而不是你去想啊，也许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应该做个这样的动作，你不要去记住它，不能记住它，这个是哥哥给你的想法。现在站在我身边的李成宇就是接下来要唱这首《明天你好的孩子》。哎，成宇，我知道你现在心情很复杂，对不对？对。为什么很复杂？因为自从我唱中文歌开始，我每次都是第一个唱。我都已经记不清楚你是第几次第一个去上台唱歌了，是不是第一个上台唱歌就会压力特别大？对。怎么办，伙伴们，要不要给他加加油啊？耶、yeah, ，成语加油，加油！好会唱啊，小音乐家是吧？对。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等待，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越渺小，曾经并肩往前的我们，暂时被祝福后的疏散，只是那个夜晚我深深的抖搂藏在心坎，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并且你还含着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阻挡，每一次哭我笑着奔跑，一边失去寻找，明天你还是一个渺小，却提醒我勇敢是什么。他前面有点点小紧张啊。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并且你还含着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自大，一次一次笑着奔跑。
是一首不一样感觉的《明天你好》。对，今天这一场的低炮非常响。然后你觉得他表现怎么样？因为昨天其实我听了他的彩排，我有跟成宇，我有什么叫自己的感觉？成宇，我是成宇，我是成宇，是成宇，他是成宇，对对。然后我昨天跟他提了一些很小的一些我的个人建议。今天其实好了很多，就感觉在舞台上自信了很多。今天你好久没有唱英文歌了，要不要今天来一首？好，老师陪你一起。可以可以吗？你想和老师一起唱什么歌？Poker Face 好不好？哇，Lady Gaga 的。对， Lady Gaga 经典表情是什么？好了，那我们请两个成语双语带来 poker face 扑克脸。好了 ，OK， 掌声鼓励。学了这个舞蹈对吗？对，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原来同乡人见面是会激发一种能量的。欢迎两位火星人来到地球。对啊，好可爱哦！他有特地学了这首歌送给，就是我比赛的时候，对我看到那些我跳了一些动作，对对对，然后他刚跳的那个就是我比赛跳的那些动作。双语组合，耶、厉害！其实呢，成语在台上给我们的一种状态和他在台下的状态是不一样的。请让大家看看台下的你是怎样的吧，让大家认识到真实的你好吗？对，三连拍，三个呆萌的表情，好不好？看那个花花老师展示一个一连拍，第一个。第二个，来，没差呀。就是每打开一下都不一样，可以吗？第一拍，耶！第二拍，三二一，你们火星人就是没差呀。好了 ，OK， 非常可爱。我们反正私底下也会就是像真人秀一样全程记录你的。我相信观众朋友对那个台下的你也很了解，好吗？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他是一个热爱音乐、热爱舞台的一个小男孩。我看到他，我会希望我能够给他更多的一些关爱的一些方式，然后能让他感受到温暖。他在唱的时候，大跳度的这个转化的这个音程的这个空间，他处理得非常好。而且在这个舞台上，能够驾驭这个作品的也非他莫属了。拿起话筒，他有舞台上最震撼人心的声音；跳起街舞，他又是那个极具表演张力的小萌主。在录制前排练的过程中，从小在国外长大的李成宇以及年龄最小的杨慧妍似乎都遇到了一些难题。成宇拿到这个《长城谣》这首歌，我当时确实心里面觉得有点就是没有不是特别的有底，因为毕竟他是在加拿大长大的孩子，这种历史的背景了解的不像国内的孩子那么多。
要了解这个长城谣的故事背景。故事背景，对对对，因为这首歌是在抗战那个时候写的，就是歌曲的背景是非常重要的，要延续这个情感走向，然后歌曲就会完成的更好。为了让孩子们更好的理解和表达歌曲的含义，家长们也用上了不同的方式。他因为是在国外长大的嘛，他的这些历史背景又小，不了解不知道，唱这首歌我们也跟他讲一些这个东西。嗯，我们老家是在河北，当时的华北平原，日本人到了侵略中国以后，华北不是就很快就沦陷了嘛，父亲他们年纪都很小，都不大，所以说呀，他后来就在那个根据地里面的抗日学校里面当老师，将他给他们讲故事啊，讲革命道理，还教他们唱歌。后来他就到了部队，在战斗中还负过伤。太外公的英勇事迹是留给全家人的骄傲，虽然从小在国外长大，但家人从来没有忘记李成宇的爱国教育。为了能让成宇唱好，当年太外公也同样热爱的长城谣，外公决定亲自教成宇练习。关键是你要唱出感情的东西来。那个时候日本人占领了东北三省，这个时候大家都很悲伤的。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第一，那前两句是不是？嗯。我必须要，你知道，会高高兴兴的有微笑。对。可是后来的话，就要用声音厚起来，因为的话，对对对对对，因为的话，日本人就抗入了我们家乡，进入了，侵入了我们的家乡，对啊，知道吗？长城外面是故乡。他们虽然生长在国外，尤其他们的这个中国话还讲那么好，我真的很敬佩他们。家庭的教育对他们确实分不开。哇，多少个人啊！你像那个加拿大的孩子，他们家真的是那个祖祖辈辈都是抗日英雄，挺了不起。而且他又身为出生和成长都在海外的华裔，他肩负这种特殊的责任在里面，就是能够传承这种精神。唱得非常的好，我觉得很不错，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因为你是在国外长大的，就是有些字稍微再突出一点，这个同胞们团结起来那种词，给力的词的时候，喷口再强一点点，知道吗？知道了啊，因为你歌唱能力非常强，而且感觉非常好，嗯，这个节奏心也有数啊，心速心拍，从小你就要锻炼。李奶奶，告诉我，必须把那些拍给踩准。她是所有的老师我见过的是教最仔细的歌。自从咱们平
谢谢。气质很压人，气场很大。谢谢。唱出这个歌的这个豪迈、强劲的这个坚强的这个意思，对吧？大家同心协力抵御外敌的感觉。就是、对我们四万万同胞团结在一起，就是万里长城一样的，谁也打不垮我们，谁也打不进来。对对，这气势非常的。宏伟，其实对他来说，我觉得是有一点小小难度的，因为他从小在国外长大，然后正是这样一个机会，我觉得也通过这种歌曲，能够让他更了解炎黄子孙的这种骨子里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回到中国肯定也是，那种情绪就油然而生。我想到了李老师唱的一首歌曲，叫做《相恋》，就是可能出门在外的时候，再回到自己故乡的时候，就像今天李老师就在长沙这个土地上，肯定也有这样的感觉。所以陈玉有个小小的要求，就是说，是不是你能够跟他一起唱这个《相恋》这首歌曲？好啊，可以吗？陈玉有这个要求，很好。任何这个炎黄子孙离开自己的国家。他的就是国家的情节，家乡的情节，他永远忘怀不了。那么好，这首歌也献给你的外婆，献给你家里的亲人，我们俩一起来演唱，对故乡的眷恋，对国家的眷恋。家们，因为他给我唱的是同调，挺不容易的。我也没想到，一个生活在外国的一个华人啊，还能唱出《相恋》出来。这首歌曲肯定对他们意义也很大。我希望你把这歌声也传给他外婆吧，对吧？会吗？会。会把这首歌分享给你的伙伴们吗？会，因为家人肯定都在那个电视机前守着呢，就看这一段。我相信应该是很感动的。他的歌唱，我再插你一句啊，他的歌唱非常的甜美，而且他里头用的泛音啊，说心里话用的非常的到位。就是一般的小朋友唱歌没有这个泛音的。这是一种技巧。技巧，就他用的非常好。我如果可以的话，你再做一句给大家听听那个泛音。好，那就是你刚唱《长城谣》的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是像这样的。起个音是吧？万里长城，万里长，好了，对，万里长，它里头有泛音，但是不是很过分，恰到好处。这他这样唱的话，就跟所有的孩子们唱，就完全不一样了。他里头那个小的泛音，唱的非常的专业，也不是你这样玩的。所以你们学不会的，你这是抖，你这他这个是在音乐里面，而他这个气，他这抖的这个泛音啊是非常专业的，孩子你保持，但是不要过了，这个恰到好处。我刚才就是错误示范，大家不要向我学习就好。对，你的错误示范，你那不叫示范，你要唱片儿了啊！好了，非常棒，谢谢，谢谢陈宇，谢谢。有了外婆的讲述，成语把这首《长城谣》演唱得更加奋进有力量，向这样的英雄家庭致敬。
今天我们让李老师来宣布，都虽然都是抗日时期的这个歌曲，但是这都是非常好听的经典歌曲，而且孩子们演绎都非常的好。那我宣布了啊，这首歌啊是谢谢你们，另外就是谢谢你们唱了这么多经典抗日时期的歌曲，你们要永远不忘我们中国的历史，尤其革命历史。还有呢，希望你们健康愉快的成长。谢谢。我叫谭芷云，我的声音很有魔力。Let it go。我叫李成宇，我的声音也很有魔力。我们都有一个小剧费，听我们唱吧。太震撼了，首先要有一个大大的拥抱啊！他们太棒啦，谢谢，唱得太好啦！哎呦，你们的声音太好了，就很感动啊，被你们唱得很感动。我觉得在我这里没有缺点，华语的音乐就要靠你们，就是未来就是你们的。那个女孩有点像陈浩民的女儿，这个啊。这男孩。
can be。声音太具有爆发力了，杰哥想不想摸一下他们两个的巨肺？太厉害了，巨肺啊！我先摸这个小雨的巨肺好不好？陈宇，把你的巨肺给哥哥摸一下。不用话筒挡到你的巨肺了。来，哎呦，哎，你确定你这个给他摸的是巨肺不是肚子吗？巨肚，很厉害啊、哦！那个小雨他第一声唱出来，就会让我们觉得他混搭了一些有一点点小的美声的东西在里面、嗯、非常的漂亮。司令建议我可以摸一下你的巨肺吗？为什么他们的为什么他们的肺都长在肚子里？好了，接下来我们一个大家小小的互动一下好不好、嗯、其实也是大本营经常玩的一个游戏，就是用气来吹那个乒乓球，吹气的足球赛。好，我们来上一下道具。好，预备，起！过来，过来！哎呦，抬起来！哦，看见星星了，我！我把这个，加油！我把这个，来来来，过来过来！司令脸上一脸我的口水。加油加油，蓝色的蓝色的球，蓝色的球，预备，开始，哇，开始，哇，这杰哥把他吹过来，然后我们俩一起把他送进了我们自己的门。最后一个球到赛点了啊，赛点赛点，好，来了，走一个啊。哎，圈圈，圈圈，加油加油！哇哇哇！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在梦想导师张杰的陪伴下，孩子们玩得酣畅淋漓。唱的更是惊艳全场，李成宇和谭芷云这对组合用童声演绎的 You Raise Me Up 震撼人心，堪称完美。这两首歌曲就分别成为第一轮跟第二轮的首发歌曲。第一轮的首发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将会由哪位小朋友演唱呢？来，有请小燕子。Hello，今天要唱歌的孩子都在我身边，已经准备好了。那首先带来这首《狮子王》主题曲的会是谁呢？谁呢？李成宇。就是不管唱中文歌还是唱英文歌，都逃不掉第一个上场的成宇。成宇为了这个唱好这首《狮子王》的主题歌呢，他看了七八遍这部动画片，一遍一遍的看，一遍一遍的看，一遍一遍的感受，感受到那种非洲旷野的感觉，可能才能唱出细腻的这种代表爱的歌曲。好的，接下来就问问成宇，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所以你要好好加油啊，好吗？好不好？好。好的，那我们准备出发吧。
first to come surrender to the rush of day. When the heat of a rolling wind can't be turned away, an enchanted moment, and it seems me through. It's somehow this restless warrior just to be with you.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仿佛让大家看到那个奔跑在非洲大草原上的狮子王，勾起无数人的童年回忆。我最喜欢那个狮子王的那个主题曲。因为一个小孩子能唱出这样的高音，我觉得特别不容易。他唱这首歌唱得特别好，而且他那个高音什么的都飙得特别有那个 power 的那种感觉。听到他唱也好像回到以前，然后看到那个狮子王的画面呀、啊。就是在那个非洲大草原上，那古本那哇哇哩吉哇哇，那个时候都不明白歌里唱的什么意思，只是觉得啊、哦、旋律很好听。首先，我们来看看原版视频吧。姐姐，小不点，你说，姐姐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呢？是啊，姐姐，你怎么长得那么好看呢？可惜呀、啊。我的容貌虽然是这天底下最好看的，但这法力为什么就不是天底下最厉害的？叫我怎么跟这容貌相匹配呢？我的容貌虽然是这天底下最好看的，
但这法力为什么就不是天底下最厉害的？叫我怎么跟这容貌相匹配呢？不过你把花都送给我，你不喜欢花了呀？要论起来，这个世界上又有哪种花比我漂亮？与其喜欢花，还倒不如喜欢我自己呢，你说呢，小不点？是的，姐姐你最漂亮了。陈宇他特别讨厌在前面一直翻白眼，人家很讨厌的小不点。哎，要不要老师挑战一段？好啊。哎，你挑战花沙姐姐吧。姐姐，我真的挑战不了。挑可以的，可以的。说不出口啊，这个台词。可以的。你演姐姐，你演姐姐。我演翻白眼的那个。那我演呢？我演姐姐，可以吗？我演姐姐，你演那个小小，要反串就都反串。Ready go！ 姐姐。小不点，你说，姐姐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呢？是啊，姐姐，你怎么长得那么好看呢？可惜呀、啊，我的容貌虽然是这天底下最好看的，但这法力为什么就不是天底下最厉害的？叫我怎么跟这容貌相匹配呢？不过你把花都送给我，你不喜欢花了呀？要论起来，这个世界上又有哪种花比我漂亮？与其喜欢花，还倒不如喜欢我自己呢，你说呢，小不点？是的，姐姐你最漂亮了。你就在跟我捣乱吧。但是这个戴上之后真的还蛮美的。是吗？对，我就既演《神雕侠侣》，既演雕，又演姑姑，全被我承包了。其实要玩那个对嘴唱歌的好玩一些，是吧？怎么？有一些那你可以花取下来好吗？啊，花给取下来。哎呀，那好诚实，我刚才还想说不要提醒他。哇，我只记得取那两只鸡腿了。群英猛仔。他唱歌的姿势非常有架势，感觉像韩红的感觉，就是唱那种非常 慷慨激昂的歌曲的感觉。希望他也可以继续的坚守他的音乐梦想。各位新生代的孩子们，你们准备好了吗？我很期待与你们一起共享这个音乐的舞台，我们一起加油！昨天我碰到叶亚伦老师，他教我高音的时候必须要开一个点，我音一直到那个点就在那儿。最高音的地方呢？你要想象你在一个在大峡谷。OK， 你站在那个顶端，然后你是唱到对岸的那个人，对应那个山顶的人。这首歌都已经准备好了，百分之百准备好了。Sunrise.
an angel hides. I've got to touch that magic sky and greet the angels in their hive. Sometimes I wish I were an angel. Sometimes I wish I were you. You did great. Thank you. 其实看得出他上场是有点紧张，但后面随着手势越来越多，就慢慢的越来越丰富。对，石头剪刀布，总结了一套，好可爱。是跟谁学的呀？自己给自己设定的吗？好，每次都不一样啊。上场特别就特别有范儿，对着乐队，你看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动作来着？一上场。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呢？哈利波特魔法还是鹰听说你还会唱加拿大国宝级歌手的歌曲哦 Celine Dion 的歌 I surrender 是什么意思？我投降。投降不投降哈。来，我们来听听国宝级的歌手的歌被小朋友演唱的会是什么样的感觉。Thank you.
燕子姐姐你都被他唱哭了的感觉。请也收获我的及格了。我们都给他都给他。对啊，我相信很多人应该也是这种心灵震撼了的感觉。哇、哦、你好厉害哦。他好像就是话不多，但是都是好大的能量的感觉。他都是用他的歌声来讲述他的故事。嗯、早日康复，休息一下，这边加油加油，谢谢。因为我觉得它有一种古典美，而且把童声的那个很飘逸的这个声线能够表达的淋漓尽致。他唱歌从昨天彩排就让我一直起鸡皮疙瘩，这是唱歌最难的境界，因为你要透过你的声音的穿透力，然后还要加上你真挚的情感，你才有办法感动每一个听众。在成语的空灵的歌声中，石头剪刀布不再是简单的游戏符号，而是一种舞台魅力的释放。这首歌的观众喜爱度调查结果是什么呢？麦吉麦吉快告诉我们吧。麦吉麦吉麦吉 Angel 这首歌几乎征服了所有的现场观众，观众喜爱度调查结果是93%，孩子和爸爸妈妈的喜爱度调查结果分别是43%、50%，爸爸妈妈喜欢的更多一些呢。各位小朋友好，我是亚伦。见过足球吗？见过。见过这么大的足球吗？哎呀！谁呀？亚伦老师来说一下。来，唱歌呢最重要的呢就是你的气息的控制，所以今天要做的就是透过足球来练气息。足球游戏规则：严亚伦老师为守门员，孩子们为点球员。点球员分为两人一队，向守门员发起吹气进攻，将球吹进球门则过一分，每队进攻的时间为60秒。来来，准备。去的孩子个性，迅速成为孩子们亦师亦友的角色。很文明。老师好。哎。哇。老师好。你好，你好。全校要彩排是吗？现在？我很严格的哦。我告诉你们，我是非常严格的。我告诉你们，我是非常严格的。我真不严格。我喜欢长庚老师，因为他性格很好。就是要这个画面啊，这样子我才能发挥。OK， 我跟你说。学生当中有一位已经被封为是歌神了，下一季我报名当学生，我也要进步一下。这是什么彩排啊？这不是彩排。基本上没什么东西好说的，他这个绝对不会输原唱，然后你的表情你的动作都哇，完全被你感动到了，怎么办？我先把他带回家。他
上台之前还没唱之前是没有感觉到什么东西的。哇，他说话也很小声，很有礼貌，这样就一开口唱，真的没话说。我的团队都说他，都已经叫他歌神了。老是霸气的啊，衣服选的好好，把肚子遮住了。对。加油！好像一直都站着在那里跟他一起唱，而且还一直尖叫，对，真的跟小朋友差不多。因为这首歌我很喜欢，我很久以前就听过，然后特别有意思，他的歌词都在说这个世界，透过小朋友的眼光去问，告诉我 ，Tell me why， 为什么要战争，为什么要
吵架，为什么有人肚子饿然后没东西吃，为什么我们都当着没看到，我们都不去帮助。然后到听到他唱的时候，昨天彩排我整个是哦，我好像没什么东西可以教你。然后我公司的人就说，我要跟他拍照，一管我要跟歌神拍照，就是跟他拍照，马上就有粉丝了。哇，待会你看他们工作团队都在那儿，你待会跟他们合影啊。你要 say hello。 你说稍等我一下，来跟你说，等我一下。这样不行了。你们想不想听到那个你们的歌神跟你们的歌手唱一首？对，可以吗？来一段嘛。看得出非常临时，但是又有十足的默契在里面。哇，确定是十足的默契吗？刚才我看到中间，但是音乐上音乐是有默契的，相通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还发现另外一件事情，他今天瘦很多，是衣服的关系，这个视觉对非常适合你，就把你那个这个部分全部都收拢了。但是他因为吃很多，所以他给自己也设定了一个甩肉计划。可以边唱歌边来把身上多余的脂肪给甩掉，是一个小游戏。我有一个好朋友叫鲍威尔，他比我还胖，是吗？我比李成宇瘦。这样，我们来看一下你们就是第一次参加这个节目的照片，来看一下，来再看看现在的照片，对比一下。哇，确实要甩肉计划，大家看到了吗？管理啊，薯条板板，现场只有我一个人没看到，确实我们都没看到。来，跟小伙伴一起来玩这个甩肉计划，来，有请鲍威尔，还有谁？杨小喵，掌声欢迎。甩肉计划是要在身上贴很多那种便利贴，来。边贴边掉，小喵自己一个人已经玩嗨了。It's showtime. Yeah. 祝大家中秋节愉快，耶、yeah. ！辛苦各位了，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宣布这首歌曲留给孩子的这首歌曲是哪一首歌了？这一场产生的金曲是 Tell me why、当然也要
要谢谢我今天所有演唱的小朋友，你都非常的棒，耶、yeah ！再次谢谢 DJ Gary， 谢谢大家。谢谢，就去一个地方自助餐忙着，然后一起去吃饭。爱心圣诞，我爱心圣诞。我爱所有我改编了一个歌叫 Tell Me Why， 意思是放飞梦想。 If I can fly I will touch the sky， If I can fly Would my dreams go up high， Tell me why。 而当中国新生代的孩子们和自己的老爸在一起时，同样的亲子游戏也让大家享受到了舞台之外的乐趣。